所以请大家可以稍后，那也可以听听看这边声音啊、画面啊好不好？因为刚刚有朋友说声音有点小声，不过我们测试是正常的，你可以看看你的那个喇叭跟设备，然后做一些调整。我们两分钟后会活动正式开始哦，然后我们会线上同时连线，也跟大家说明，谢谢。好，各位线上的朋友，还有在这个直播的朋友，大家好哈。那今天是我们由这个基督观点主办的这个岛国的线上的映后座谈。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中岳。那我们今天线上邀请到的是姜伟华导演，还有我们这部纪录片里面的主角陈廷豪。那非常谢谢大家把这个珍贵的礼拜五哈留给我们的纪录片。那过去这一周，其实《岛国》这部纪录片在我们网络上的放映哈，引起很多的讨论，尤其是国家认同啊、国旗的部分。那大家知道，今天晚上是那个连假前的那个 Friday night 哈，接下来要放三天连假，又正好是我们的国庆连假，所以此时此刻来谈《岛国》这部纪录片，应该对于整个国家认同，乃至于我们对国旗的这种认同的感觉哈，应该是蛮有趣的。那此时此刻廷豪也在马祖哈、哦，我在花莲，导演在台北，我们这个是跨越海峡跟山脉的这个连线哦，都是台湾的一部分哈、哦。但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来讨论这部片，那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部纪录片，都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不过记得大家可以先把你的那个麦克风关掉。那我是不是先请伟华跟廷豪跟大家简单打声招呼？我们是不是先请姜导跟大家打声招呼呢？欸、大家好，我真的没想到说今天这个时间还会有人想要上线来这里聊跟我聊天这样子，对，所以谢谢大家的参加。好，谢谢伟华，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廷豪跟大家打声招呼？欸，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我现在人在马祖，隔了一层台湾海峡，所以应该是海峡两岸各地的朋友大家好。好，陈廷豪的那个背景看起来是一个那个 Google 的那个假的背景。好，等一下我们可以问问他，他是不是在那个片中那个书桌啊？他有那个画面书桌来跟大家做互动。那在进入今天我们的映后讨论之前呢，我们有准备一个90秒的片花，先让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这个影片重要的片段跟氛围。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纪录观点的工作人员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的画面呢？谢谢。这首歌是要去的。中国都进步，我觉得如果就自己的那个公共事务的生涯经验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到底偏中国的人民怎么看现在的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和中华民国跟中国的关系，或者怎么思考本身的历史。我问过许多的有意识的年轻世代的马祖人，这样跟我讲，他觉得台独论述大多数是暗自的。会没有把马祖纳入这个台独论述里面，有时候会说啊，不然马祖可以独立啊，自己公投就好啊，等等。但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对不起马祖人了。
但是马祖人会有点排拒台独的这个大论述，他们倒也不是觉得说他应该就要跟中国统一啦，就终究而言，我们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领土呢？虽然我们会不满意现在的国号的中华民国嘛，但台澎金马都还算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统治内的一部分啊。好，欸，我相信这个简单的片花好会让大家对这个纪录片又再有一些印象。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有看过片还是没看过片，那其实没有看过片今天听完我们的讨论之后，这个片在十月底之前在基督观点都可以做观赏，所以其实都有机会。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下，公视会在他们的脸书，也是基督观点的脸书还有 YouTube 转播我们这一场的会议画面，也就是说当你进来这个会议室的时候，就代表说大家是同意我们公开播放这些影像还有录影保存你的发言跟这些画面，所以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个留言处，大家可以点开留言处反复的提醒大家，那大家不要检举这个小编的洗版。那如果各位的发言有涉及到一些人身攻击啊不雅的言论，那我们工作人员会劝离啊，或者是直接请你离开这个聊天室。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部纪录片，好，岛国这部纪录片。但我想，我等一下会先问一下廷豪跟伟华一些几个基本的问题。那聊完之后呢，会大家我们在线上这个 Google Meet 里面的朋友，欢迎你举手发问，你按下那个举手键，我会点你，然后就可以大家可以直接跟伟华跟廷豪做一些互动。那当然你是那种很害羞，觉得说啊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讲话，那你在旁边留言处，我们也会听到这些留言，看到这些文字，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问题适度的做一些讨论。但还是很希望可以这个直接举手了，因为虽然是线上的座谈，我相信其实导演啊或是挺好，都会非常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些直接声音上面的互动。那也这是我们使用 Google Meet 的一个目的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交给这个伟华跟挺好。那我刚刚两位都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嘛，所以呢接下来我想是不是先请这个导演，因为这部纪录片其实是也不是导演第一部作品，是导演过去从这个广场啊街头啊到这个岛国的一个系列纪录片。那我想他到底是不是系列的纪录片，是我的诠释啊，这个导演觉得是不是系列，等一下可以听导演怎么说。但我们是不是先请伟华导演先跟大家讲一下创作这部片的一个动机呢？请伟华，伟华你没有拍麦克风。好，谢谢。这一部片要说它是系列，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啦。拍完街头之后，其实我就是没什么动力要再继续做，就是要继续延续这个题材。可是后来我又觉得说，我又有点想要补足人，就是人的侧写这一块，也就是说。从广场到街头这两部片都还是比较偏向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事件这个东西，就是它还是在叙事上是着重在事件的描述跟说明。那相对的就是里面的角色，虽然我也是想要去谈就是说角色的转变啊角色的成长也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关于人的这一块比较容易在这种比较大型的事件里面被吃掉。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做街头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做街头的时候，那个一开始的想象，一开始的脚本的企划，我想的是多角色的进行，也就是说会是一个多线，而且是有固定的角色，然后去描述他们过去几年的事情，然后一直到318323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最后还是因为一些技术，也许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这么庞杂的去把这些东西组织好。对，所以最后还是放弃那种角色多角的这种描述的方式，那还是以事件为更优先这样去谈。那所以就是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啦。那当然这整个故事就是岛国这整个故事的
最开端就是廷浩跟我说，欸，他要去马祖工作这样子，那这个就开始有了一些想象了。那我一开始的也觉得说，欸，这是一个东西可以去谈，社会运动者、学生运动者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把那些叙述、把那些情绪拉回到个人这个点来。那所以才开始有这部片的一些计划，这样子是这对，简单讲的话大概是这样。好，谢谢伟华。我想因为其实确实如果有看过这个街头或者是广场的，我知道他其实在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大概是从头到尾，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角色，可是他会是从头就是描述这个整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些角色在里面扮演的位置的一些记录的方式。那这次还蛮明显的是以一个人，他从台湾然后去到这个地方，很多他的 murmur， 甚至他回到家里面，就回到台湾的家里面的画面也跟着一起走，会回到他在马祖的家里面。这是一个跟前面有点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感觉是一个这个社会运动这个后延续的一种创作。那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现在也远在马祖的廷浩啦，作为一个纪录片的被摄者，那因为这部纪录片其实在之前在那个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也有做过放过，也有做过映后的这些座谈，那我刚好也有主持到这个这场的映后座谈，然后印象当中也有一些针对廷浩的提问，那就是从被放映然后大荧幕放映到现在线上放映，作为一个被摄者，廷浩怎么样看待这部作品呢？是不是请廷浩跟大家说一下。好，谢谢中越讲导还有公司的伙伴，线上伙伴大家好。我想作为被摄者怎么看待作品，大概有三点可以讲嘛。第一点当然是说谢谢江导啊，就如实呈现我想要说的事情。因为我认识江导很久了，有时候关系我觉得更像是朋友啦，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几乎不会把他当做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当然有他的专业，但是因为相处久了会觉得说，那就我讲我的，他拍他的，所以常常有一些打屁的聊天的可能看似就是为什么要拍这种东西的这种心情，所以会因为在轻松的情况下会不经意的说出心里话了。但我觉得有时候讲话很容易啊，困难的是当然是捕捉到镜头并把想要讲的话及行为透过影像结合在一起啊。譬如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然后透过原本意想不到的工作内容，处理国旗、期刊等行动表现出来，是让我相当敬佩了。还有检举抽沙船的事情也是意外的事情啊，展现出国土争议啊，就是举报的事情也相当有趣。那种个人的层次就是对影像跟导演的想法之外，我觉得严肃一点在那议题的层面，我当然是觉得能够处理国家认同国族的问题，透过我觉得轻松幽默的影片来处理是觉得蛮好的了。因为台湾的国家认同确实是个议题，我不会说它是个问题，而是它是个议题。议题就的意思说需要大家的讨论，因为不论是中国、台湾、日本时期，或者是没有被日本统治过的金门马祖，其实许多台湾人并不知道说当初清朝的时候是其实就割让台湾跟澎湖，所以这种事情需要拿来被讨论。当然我相信认同这件事情会随着民主化的脚步啊，共同生活圈的形成越来越有共同的交集啦，但是这是需要时间还有各种自由又开放的讨论，毕竟这种国族层次的讨论是要高度仰赖言论自由的社会。第三我觉得是关于马祖啦，因为台湾现今的主流社会来说，因为马祖人口少，交通易达性也低，加上过去战地前线的因素会被披上一层就是比较神秘的感觉。只是说现在虽然观光产业起飞，大家会来马祖观光，但是观光时间通常待的时间很短啊，能够了解地方的事件也相对浅碟啦。所以我觉得影像的创作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国族认同有助于彼此互相理解，也有助于马祖被看见和台湾人民跟马祖人民互相理解啦。所以大概是简单先分享这样子。好，谢谢廷浩。这个刚刚他讲了三点的时候，伟华都笑了一下。这确实从一个自己的角度，然后从国家认同的议题被
讨论，然后但不过廷豪刚刚用的时候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片是不是有轻松的感觉，但确实国家认同这个题目对于台湾的当前来讲，应该不只是当前，我相信这是一个在台湾社会从不管是以前戒严时期乃至于到民主开放到现在这个百花争鸣的时代，国家认同的变化也一直在进行当中。然后第三个廷豪提到是马祖嘛，就是马祖作为一个现在这个有国家前线的角色，有一些观光的角色，然后呢对于那个地方的人民，他身为这个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哦，那这个关系是什么东西哦，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其实也带了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台湾的这个视角去进到这个地方社区做一些互动哦。廷豪的这些分享也很真实的在讲到这部片里面在处理的几个核心哦。那我刚刚其实在听这个伟华在说明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说，哎，本来拍完那个街头之后就没有想要再拍一些东西哈，有点疲惫，然后但仍然现在创作这个岛国的作品哈。我是有一些问题想问的，但是我想要先问问线上的朋友哈，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就看完片之后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其实这个阶段就可以举手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或是在旁边留言区留言哦。那我们就会开放让大家做一些发言，然后跟导演做一些互动，所以如果有问题的朋友你随时可以按举手，那你们没按举手之前呢我就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开放观众提问了。那我刚刚因为九华有提到说就是本来拍完街头的时候有点不见得想要继续往下，可是又在做这个岛国创作，所以我其实是想要问说这个变化就是这从街头到岛国这个创作在心境上面的一些转换，是不是可以请伟华跟我们简单分享呢？谢谢。好，谢谢。心境上的转换，拍街头的时候或者说更之前的广场的时候，那种尤其是街头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318那所谓的太阳花学运那一期间，尤其是在这些比较深度参与的这些运动参与者之间的那个气氛，就是每天都是紧绷的啦，就是他就是就是整个气氛也好，人的情绪也好，都是非常紧张的。那在拍摄上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我其实跟这些参与者一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每分每秒都在做决定，都在做选择。那拍摄上的选择当然就是说我要不要待在这里，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现在就去哪里，因为那整个架构实在是那个整个实在是太大了嘛。那所以常常是被事件推着走，就是你没有太多的空间时间可以去判断说我要怎么样讲这个故事，我要怎么样组织这部片这样，或者说甚至我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去想说这会不会是一部片，反正就是先拍。那个先拍就是现场要决定很多很多事情，不断的在做决定。那到了岛国当然就很不一样，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契机，就是说我到那里好像会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318运动里面的深度参与者陈廷豪，他竟然要到一个感觉上就是想象中有一个很冲突的一个地方。那对我来说就有很多问号，不管是他的动机也好，或者说他之后到那里也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那个没有办法想象 的那个东西，就是很，我就带着很多问号过去的。那到了那边之后，你就知道，它不是事件嘛，就它并不是一个大型的事件。但那边你可能只能等待事件发生，那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等待而已。那等待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那个就变成相对的非常松。那非常松并不是说你只是心情很轻松，你就是要一直去面对我的被摄者，或者是说花更多时间面对我自己，就是你要花时间去想说那到底我 care 的是什么东西，我到底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到底要讲什么这样子。那当然一开始因为廷豪
我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听到一开始他是跟我说有一个闲置空间啊，他可能要去经营那个地方这样子。那我一开始的想象大概就是比较接近文史工作这样子的东西。那可是你到那边之后，你很快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政治，就是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啦，我们这样子的人到那里之后，我们看的任何的事情就是政治，或者说就是国家，所谓的国家或所谓的国族这样子的东西。那那这就更逼迫我去面对困扰我的事，所以那个有点像是到了马祖之后。你也许可以说，什么马祖每分钟有240秒经过之类，就是它是慢的，就它那个时间是慢的，可是那个慢反而就是在等你给他回应，或者说等你给你自己回应，就是那个我觉得心情上的差别是这个，对对。好，谢谢这个伟华哈，听起来也是带着一些心中的这些疑惑，然后去到这个地方寻找解答。我相信其实大家在片中当中其实有看到很多，也是导演留下来对于马祖的景象的一些空景。这个空景某种程度，如果大家有，这次因为我之前有映后座谈，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导演自己在拍摄之余啊，他就到处就想说自己再多拍一些空景，然后这些东西也陆陆续续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是，这个导演里面特别要呈现的东西啊。那这是一个有点寻找自己的解答，然后到马祖到的社区的工作基本上都充满着政治哈，所以这是一个导演面对自己的过程，看起来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我相信其实也是线上的朋友有提问哦，这个提问跟我准备的问题完全一样，他就写说挺好喜欢影片中的自己吗？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要问的哈。譬如说，其实，在影像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句子啊，国旗的这些东西哦。那或者是廷豪在里面的诸多的发言哈，包含自己对于从政治工作的角色、社区工作的角色哈，那这些东西是被放到大荧幕上面呈现的。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这些东西是这个片中的廷豪是廷豪喜欢的吗？然后是甚至是期待。这些东西是被放到大荧幕上面会被观看的吗？是不是请廷皓也简单回答一下嘞？我觉得，与其说喜不喜欢，我觉得这真的蛮真实的自己啦。所以，如果说不喜欢的话，人家变成说不喜欢真实的自己的感觉。但是我真的是没有预想到最后的影片呈现会国旗、句子这些东西放着比重这么多啦。所以这个是真的到试片之后才发现，觉得很惊奇。因为像刚才提到，我认识江导久了，所以他有蛮多影像片段，然后他来来回回马祖也很多次，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最后他会截取哪些东西来做主要的呈现呢、啊？我甚至还以为会拍摄什么我在地方认真工作的样子，结果好像都是那边晃来晃去，不知道在干嘛的，觉得。但不过后来试片结束之后，当然有觉得说知道导演要处理什么议题啦，所以这件事情上会觉得能够期待被这样的讨论跟放出来，放到电影啊，放到电视上，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啊，也觉得很有趣。只是会觉得说，只是还是会觉得说，把这种好笑的举动来放出来，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不好意思。好，所以听起来廷豪是还蛮喜欢这个片中自己。我自己也有被纪录片导演拍摄过的影像经验，但我看完之后我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从来都不跟人家讲说我这个片子。我现在也不会告诉你们那个片子叫什么名字。所以，我觉得廷豪运气也蛮好的，就是至少觉得这个真实的自己是喜欢的哦。那我们在留言区里面有一个黄国建先生小姐，就特别有提到，就是金门跟马祖的不同是金门。没有被日本统治过，而且有抗日行动，可是马祖则没有记录哦。那这段我如果黄先生小姐想要发言的话，你可以举手哈。就是这个话看起来还不知道后面的延续哈。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还有不管是在 YouTube 直播或是我们 Facebook 直播的朋友，乃至于在 Meet 里面的朋友哈，其实是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留言，我们会看到的话会来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我有看到有人有问题哈，但是。我这边想有准备的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就延续的问这个伟华的哈，因为其实，
街头这部纪录片里面他拍的是318，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太阳花事件、哦、那他其实是记录这个事件当中，然后特别有选几个主角、哦、其实就是志豪跟那个盛涵嘛、哦、有看得出来里面是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他们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当然他比较拍到的就会是俗称这个社科院的这一群人这样子。那现在这些当时的这些主角里面大概都成为了这个要不就是民意代表，要不就是在政府里面位居要职的。但廷豪其实是一个选择离开台北甚至离开城市到了社区工作的这个角色，虽然是在做政治工作的，这个某种程度是当时在纪录片里面当中的前一部纪录片里面当中的比较艺术的角色。那导演选择廷豪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自己对于政治路径上面的想象呢？因为其实继续拍志豪继续拍盛涵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嘛。那选择廷豪的原因是什么？嗯 ,OK, 其实 我一直没有去设定说我在拍政治题材相关的纪录片嘛。我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广场嘛，那个真的是也几乎是我个人认识学生运动这个东西的开端，就是我几乎是带着未知的情况下到那个现场，然后才开始也许跟某些当时的大学生一样，开始第一次去认识这些相关的议题，然后知道他们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样子。那街头就更像是因为认识了一群朋友，然后就跟着被卷进318这个东西里面去了。那当然都不是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要来拍社会运动纪录片，或者我要来拍政治题材的纪录片。那甚至是廷豪说他要去，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他要去马祖，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多政治，那就是直到我觉得我想要处理我自己的一些在意的事情，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困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政治了起来。对，那所以不过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在角色的选择上，比如说之前认识像盛涵他们，有的人去选举，然后有的人进到公部门工作这样子。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我自己有没有想象，就是说能够想象，或者说没有办法想象。这又有点像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廷豪去马祖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很多问号的，就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但是比如说谁要去参与地方选举，或者说谁正到公部，谁进到公部门去工作，比如说选举这件事情，我几乎都能还没有开始拍，我大概可以想象我有可能拍到什么，然后我有可能会带着怎么样的设定进去，或者说我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等等的。就是那个东西反而是我对那个东西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象在。那当然还有一个更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公领域对纪录片来讲是非常难拍的，就是在拍摄上就有一些基本的门槛在。对，那个当然也是我老实说，就是某种程度会让我却步的一个原因。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确也有点不想要离所谓的核心那么近了，就是说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真的要谈政治这个 career 的话，我没有要那么的想要离所谓的制度，想要离体制那么近。那我不知道廷豪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廷豪会远离这个所谓的中心，然后到马祖去。虽然他过去在马祖当兵，他可能有他跟马祖那边那样子的是个人的一些亲近感，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做这样子的选择，心境上也许跟我有一点点的搭到。那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态度的搭到。可是对于他到那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很多问号。那我觉得我自己习惯选择题目的这件事情上面，我通常会带着未知进到一个地方去开始拍摄，开始做这样子。对，这可能就是我
这样子的选择。好，谢谢导演哦，确实就是社区工作它本身是充满着，我自己觉得它是充满魔力的啦，就是尤其是在一个更陌生，因为廷豪真的是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从一个城市，从台湾，然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位置，然后到一个离岛去。那当然，譬如说我自己在花莲，所以花莲也是一个就是在政治氛围上面跟台北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是回家，所以那个概念又不太一样。那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是陈廖孟府，他有举手，我刚刚说举手会先优先，是不是请孟府简单的提一下你大概自己的问题呢？可以开麦克风哦，你要不要开镜头也可以。哦，没关系，现在在外面。Okay, 那现在有听到声音吗？有，很清楚，谢谢。OK， 那我想问导演跟廷豪各一个问题哦。那导演的部分，因为刚才廷豪有提到说，就是之前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就跟你算是有达成一定的一些信任或关系之类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纪录片本身有一些拿捏距离的问题，对，那我不知道说你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是怎么拿捏，是怎么拿捏跟是怎么拿捏挺好作为一个被摄者，还有就是你要去比较有时候要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记录他的那种距离这样子，对，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要问挺好哦，因为这部片之前有在那个纪录片影展看过，那刚才我刚好想到一个问题是说，你除了就是那时候当兵去马祖当兵对那个地方有熟悉感以外，那我因为我刚好想到，因为自己的旅游经验有去像金门之类的离岛，那因为我觉得金门跟马祖他的状况其实或者是说他的政治氛围其实有点像，那我不知道说除了对马祖当地的熟悉感以外，还有就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你不选择金门而选择马祖的其他原因，那我也想问就是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去金门。好，以上。好，谢谢孟府的这个提问哦。那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问导演的啦，就是说这个怎么样拿捏跟被摄者的距离哦。确实，纪录片拍人物为主的纪录片里面，其实导演跟被摄者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哦，过分亲密，好像也有人的东西是非常亲密的，但也有人的东西是觉得我是拿我的镜头跟被摄者搏斗，就是希望可以跟他再拉扯这样子。那伟华选择一个熟悉的人，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做记录，是不是请伟华先简单回应一下呢？这个距离拿捏的部分。好，谢谢。那个距离，我现在可以稍微回想的话，街头的时候，几乎没有在想这件事。那个时候，我就是尽可能的黏在我的被摄者们的身边，这样子就是想办法，就是一种比较贴身的，但是是观看的，就是他近，但是我就是观看，我只有在放下摄影机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互动。大部分的时候，对，那当然这就跟像刚刚讲，就是跟现场的那些气氛啊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不过，在拍《岛国》这部片的时候应该就不太一样了。虽然我自己不会特别去意识到这个所谓的跟被摄者的距离这件事，就我是说在我拍摄当下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是跟朋友相处，然后只是会先跟他讲说啊，那接下来我就是会用摄影机对着你，然后可能之后会变成一部纪录片这样子。顶多就是让对方知道说，哎，你真的就是很北宋或者是不喜欢被拍的时候，你就跟我讲一声。可是我现在回想，印象中反而拍到后来是我自己要想要逃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想要保持一个距离，或者说我有时候就会故意不去找陈廷豪，我可能就是自己溜掉之类的，或者说我是先到马祖，然后我先去自己拍一些我自己想拍的东西，然后再去找陈廷豪，这样就是那种那个关系，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等下挺好，应该自己也可以讲看。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他就会，他对纪录片有他自己的想象嘛，那他就会跟我说，哎，就是他们接下来要有什么活动啊，然后他可能会参与那个活动等等的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很希望我去拍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哎，他有在积极的做一些事情的，但是那个东西就可能就跟我自己。因为其实我一直想要在这部片里面把我自己放得更多一些，就把所谓的虽然它是一个潜在的东西，但是就是导演的讯息，我希望在这个东西里面放更多。所以除了我在片中跟他的那个对话，的比例比过去的片子都稍微多一些之外，我也就是会有一些。把我的情绪什么的，然后透过转化的方式，就是成为视觉的东西之类的，就是所以在就是在我在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我就会觉得，哎，就是我眼前的挺好，或者说就是当然这样讲是有点自私啊，就是会觉得说，哎，我有点想要透过它，然后去传达我自己想传达的东西，对。那个距离感就变得更微妙，就是我就不是只是单单在观察他，或者说在面对他正在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子讲有没有回答到，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亲近当然是有，但那个亲近就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认识的那样子的关系嘛。那我印象中也没有什么他跟我说，哎，这个。不要拍，或这个不能拍，好像顶多是在家里穿着内裤的时候，他跟我说不要拍之类的。对对对，就是好像没有印象中没有那种说，哎，让他觉得镜头很烦之类的。对，但倒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可能是个性吧，就是我觉得太过接近或太过日常的相处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躲起来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在马祖就会躲到那一个地方的小图书馆之类的，或者是到海边去，就是偷偷躲起来的，大概是这种感觉。好，很有趣哈，就是这个纪录片搏斗的格斗技的这个论述当中，鲜少看到是导演逃走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享哈。那我觉得其实确实纪录片的导演跟被摄者之间哈，纵使你说拍久了，一定都会非常的亲近呐。跟那个亲近的关系，在回头处理这些影像的时候，其实是最考验导演想要说的事情的。那刚刚其实伟华也说的蛮清楚的，他其实。不只是在记录挺好，也是在说自己想要说的事情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我们孟福有问到，就是想问挺好哈。那他是用金门跟马祖作为一个比较啦，这样子。当然，金门跟马祖是这么样类似，或许也可以听听挺好的说法。那为什么是选择在马祖？那以后有没有机会想要去金门呢？那请挺好，谢谢。我知道金门到马祖很远啊。对，很远。我想稍微，因为刚才江导有提到这个拍摄的过程，我就也想要小小分享一下。再回到刚刚孟福提到的问题好了，可以。我觉得导演他想要讲的东西，这当然很清楚了。那我觉得作为被摄者，我未尝没有我想要讲的东西，就是有我知道导演有时候要拍什么，那我就想说好，那我要趁这时候把我想要讲的东西把它讲出去，这样。所以也会有机会能够表达，比如说我对国家的看法等等，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某种程度的相互利用啦，对，但这个利用因为过去的信任度高，所以我觉得是良善的互动，所以这个利用不是负面的利用。第二个就是江导刚才提到说有没有什么时候不想被拍摄镜头等等，我觉得倒不是不想被拍摄，而是。有时候真的需要人帮忙的时候，比如说，哎，能不能帮忙捞一下水，或者哎，这个国旗真的会很难弄，拜托你帮我移一下，然后他就不太想做，就在旁边看好戏，然后那边奸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但是好了，算了，啊 就只能当做他就是对了，他就是一个外来的人这样子，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回应啦。另外一个，对于为什么选择到马祖，这当然是影片中没有提到。但是，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研究所同学是马祖人，所以他在我工作转换的时候，然后向我提议要不要来马祖工作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我只能说一切都是蛮有缘分的，因为包括我过去曾经在马祖当过兵，和政治工作想要暂时离开政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这个机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之中啦，这样子。第三个去金门的话，我觉得有去过金门玩过几次，但他就不是做所谓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未来有机会去金门，玩或是干嘛的话，当然会再期待能够多认识一点金门。但至于工作机会，哎，我现在好像也很难说什么要去金门工作，因为自己也不是，自己到了马祖才两三年，我觉得既然难得有机会来马祖这个地方，就想要再多待一下。好，谢谢廷豪。廷豪分享他的同学，其实在这部片里面也有出现一小段片段，对不对？我有看到有出现一小段片段、哦、那其实确实在马祖的年轻人，其实是比在金门的年轻人还少一些些的、哦、所以其实是真的工作也很辛苦。那另外刚刚廷豪也有提到，就是他在这个工作、哦、巨国旗的时候，导演都不帮他忙，那个奸笑呵呵，那个关系上面来讲，其实也是很有趣的讨论哦。当然，我觉得这个真的在纪录片当中是这个小事小菜一碟，因为其实有在拍摄一些比较尖锐一点的纪录片的时候，那个导演要不要出手相救，那个是纪录片伦理里面最常讨论的一些课题哦。比如说抢婚的纪录片，然后新娘子被抢走，导演到底要不要救、哦？这其实是。纪录片里面常出现，你那个巨国旗真的是小事一桩，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伦理问题。那这个也是大家如果在常常看纪录片的时候，其实、除了导演怎么样呈现之外，导演跟被摄者之间在一个事件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是一个千古的议题、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象。那刚刚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线上有一个回馈，因为这个直播的朋友看不到，我就可以念一下。那他是说廷豪本来在做的是政治，结果看了这个片以为是廷豪在做政治，结果看了片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在做真正的在做这个社区工作啊，然后就真的敲敲打打为了一根国旗这样跑来跑去哦。大家也觉得导演的空景很赞哦，确实刚出去马祖的感觉，他自己去马祖的感觉是活在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只能把焦点放到风景上面这样子。这是一位朋友在线上，他不方便开麦克风的一个回馈。那我这边就想要再持续，好，就如果各位、线上的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举手发问。那如果在 YouTube 跟 Facebook 直播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旁边，我们有看到的话也会整理出来。那我这边再提出了几个对影像的一些问题，那有的观察就是陈廷豪在马祖跟台北的那个神情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在马祖的时候感觉就是、啊、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在台北的画面尤其都是一些开庭的画面，精神抖擞准备要备战的感觉，要开记者会讲话，跟此时此刻那个现在廷豪就只是看起来很松嘛，就一个在家里面刚刚还吃饭的画面都一起直播出来了。那不知道导演是不是同意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台北的精神抖擞到马祖的这种可能是轻松，可是有可能是可有可无。那如果是同意的话，那到底是导演刻意想要呈现再把片子这个画面呈现出来，又或者是觉得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那同样的问题也问挺好，你有意识到这样的感觉吗？那这个感觉这样的描述跟片里面这个观察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先请伟华。好，我自己当然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应该说是我在剪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样子这一种差异。不过我觉得这个观察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看的话，我可以说是某种程度同意这样子的观察啦。那我自己的。我可能会去诠释说，我认为，廷豪他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他有一种面向公众的使命感嘛，就是也许是那样子的东，类似那样子的东西，尤其是当他必须要面对官司，然后其实他也每次回来台湾的时候，那他的朋友就是那一些已经在进到所谓我们刚才的公领域，进到政治圈或是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我不知道，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种
某种程度就是我现在不是我自己而已，就是我现在又是一个某种社群里面的某种公众性的那样子的人，那我觉得他应该有想要对外发送的一些讯息，那也许就表现在他的情绪或是他的神情上面。那当就像我刚刚讲，就是马祖，他的确是一个，就是会让你松到你不得不去面向自己的地方。那我觉得那到那边可能就挺好，就会更回到他自己的样子、自己的个性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倒不是。所谓的可有可无啦，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的状态而已吧，就是人的比较放松的状态。好，谢谢伟华的回应哦。看起来是没有刻意要呈现这件事情，但是在影像当中，当然刚好在台北记录都是一些开庭的画面。如果台北记录到是庭豪晚上找朋友吃饭喝酒，可能那个画面又不太一样。那我不知道庭豪对于这个有人这样的观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是对的吗？还是？我没有想到这种问题耶，因为我都觉得我不论在台北跟在马祖都蛮认真的啊。我只是说在台北当然是一件事情嘛，就是刚才江永华提到，就是因为开记者会又跟开庭有关，那朋友圈的关系会有这种必须要面对大众的感觉。那个大众当然实际不是面对那么多人，而是透过官司后的记者会觉得这种东西好像要面对一群人这样，然后在马祖就会认真，毕竟不讲认真在生活啦，就是生活中就是这些你知道的人，所以你没有必要要展现，然后又不是政治人物，对，在我那时候在马祖工作，并不是一个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人物嘛，所以生活的状态是真的会不一样吧，对，好。好，谢谢庭豪的回应哦。那确实，刚刚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回答哈，就是说，在马祖生活过一个月哈，有时候很适合生活的岛屿哈，所以其实不知道这个庭豪在台湾回台湾生活会不会不习惯哦？但我确实，有听过一些有趣的说法，因为我自己是住在花莲嘛，一个观光的地方，然后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大家到花莲来之后，因为观光客就觉得啊，这边好放松哦，亲近大自然。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到餐厅吃饭啊，可能就是穿一个拖鞋就去吃饭这样子。但是也有一种论述在说，那这些观光客到这个地方，这种放松，你寻找你的放松，可是这边是我严谨生活的地方，你用这个态度对我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一些冲击？哈，有过这样的小小的辩论啊。这个或许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松跟严谨，又或者是精神抖擞之间的关系哦。那如果线上有朋友有问题，我们还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可以赶紧的提问哦。那我这边想要再询问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一个问题是问庭豪久居马祖之后回来是不是有些不适感啊？庭豪要简单回答一下吧。确实，从一个相对乡村的地方到高度都市化的地方，真的会很不适应啊。最大的不适应就是来自于交通距离感，因为在马祖地方小，你去一个村子再怎么远，大概15分钟都能够抵达，而且还有免费的停车位。这样，而在台北，你要搭捷运、转公车，然后看 Google Map 走来走去，你光是移动上就要至少半个多小时以上。你就会觉得说，哎，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交通上，真的会蛮浪费人生的感觉。对，然后在马祖的生活相对，省下这些交通时间，但是其实你在工作的时间就是拉长了。比如说在台湾，你可能说啊，早上要去邮局办事情，去银行办事情，可能为了等待移动，可能就花掉半天以上的时间。那在马祖不是啊，你去邮局办事情，办一下时间就回来了。你就变成你在工作上的密度其实会蛮高的啦，对，所以就是虽然马祖会被视为这个放松的感觉，不过如果在马祖工作的话，我觉得工作密度算是其实是蛮高的地方。好哦，线上还有一个提问哦，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想要问一下导演哦，就是从街头到岛国，为什么都把视角放在这个三一八这个世代的运动青年们？
许有一些潜台词说，其实运动青年们这个推陈出新哈，长江后浪前浪，那为什么都是锁定在这个318这个世代的运动青年们呢？好，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契机耶，就是还是说有人是说这种缘分吗？不过我知道的挺好，他应该没有参与那个广场那个野草莓运动嘛，对，他应该是在比较后面之后才有在，对，但是我自己就是从2008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所谓的野草莓运动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中国的官员叫陈云林，他要来台湾，那台湾人开始想要去抗议等等的，可是却被政府的警力去压制等等的，所以之后就有一群学生在台北的那个自由广场那里聚集，一开始在行政院，然后后来隔天就到自由广场去，那在那边静坐然后抗议。那我自己是在学生到了自由广场之后，我在网络上真的很刚好的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认为是完全无关的某一个部落客的他的网志上看到有学生在那边静坐，然后那个部落客在他的网志上放了一个直播之类的东西，那我就越看越觉得好奇了，我自己就开始觉得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群年轻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在当时应该大部分的所有的舆论应该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个没有任何的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用处啊、效益啊等等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住板桥，所以那我到自由广场其实蛮近的，所以我就人就过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端，然后我才认识了在广场上的那些人。那有刚真的也是很刚好，就有人来跟我攀谈等等的，那开始认识了后来的所谓台大社科院的这些朋友，那这些人相对于其他人就是慢慢的相处之后就是变得更熟了啦，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才持续跟着这些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像张胜涵、张志豪等等的然后跟他们熟了之后，他们就是在那几年间，在可也许是大概7年、10年之间，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台湾学生运动、社会运动最高涨的一段时间，就那样子跟他们一起经历了他们的20几岁到30岁的这个时期，这样子。对，所以也不是说我不想要认识或拍摄其他角度的或其他群体的那样子的运动青年，而是我做的田野刚好就是这一块，就是我能够我熟悉的，然后我能够好好谈他们的故事的大概也是这一块。那挺好，应该是在野草莓之后的那就是那几年才认识的朋友，也是那时候他们抗争啊街头运动一起在做的伙伴，这样子。Hello， 那个我们朋友可以把你的麦克关起来，谢谢。我觉得我早期，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讯号有点不清楚，所以而且你赚的少的时候，你会找。不好意思，那个可以请工作人员先把那个对，谢谢。因为如果那个朋友就是苏姐，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举手或者是在旁边留言。因为刚刚我们听的讯号不太清楚，好，谢谢哈。那刚刚其实这个伟华的分享，其实也讨论说，其实他从这个野草莓运动，然后到这个318运动，其实是因为跟这群亲近的人，然后跟这个田野的关系，所以一直就跟这些人算是一起长大这样子。当然我觉得选择跟一群这个最亲近的人一直做他们的影像，这也是一个
艰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是不容易的。那我自己刚好也是野草莓的时候就开始，我在野草莓之前就参与社会运动，然后在野草莓的时间也是刚好大学的时候，然后到，但我其实因为跟导演其实都不认识，所以其实我在看电影像的时候也觉得确实是一个我自己在现场里面，但是确实看到另外一种视角在看这个我自己参与的这些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赏的经验哦。那所以我其实最后再剩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有个问题是想请教导演跟廷豪，一个是请问导演觉得廷豪面对镜头是诚实的吗？那也想要请问廷豪，你自己是诚实面对自己跟这个镜头的吗？是不是先请维华？好，谢谢。就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应该说是在我的有限经验里面，应该好像没有人能够面对镜头是完全诚实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讲拍摄纪录片也好等等的，但我觉得廷豪给我的感觉是诚恳的，就是说这个人是诚恳的。那他的不诚实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辨识，就是说这个人不善于不诚实，这个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啦。比如说当有的人他们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会自我膨胀，或者是说会自己更想要表现之类的。但我觉得廷豪不算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时候，但是那个在镜头前面会，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就是有点有趣这样子啦。对，那可是你要说，这个角色，或者说廷豪这个人，他的个性也好，就是说他有时候，比如说就像我，在影片里面会酸他说，你这样是有点阿 Q 啊，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他是在自圆其说啊，或者说他会，比如说他自己也在自我的辩解中，他觉得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种机制，就是我要想办法自圆其说，或者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矛盾的部分等等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更复杂的、更立体的去呈现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是会直接保留。那个保留也不是说，我就认同他当下说的话，但是我就是希望观众跟我一起看到这个人的各种样貌，就是说，他也会有他自我矛盾的时候，他也会有他不知道该如何辩解的时候，他也会有他在那边就是喝了几瓶啤酒在那边自我膨胀的时候，就是那些东西我都会想要某种程度的就是一起被囊括进来，然后用一种不是那么直接的方式让观众理解说，人就是这么复杂。对，就是我这个是不只是这部片，就是在我过去的作品里面，我也都会这样子去处理这个素材。好，谢谢导演。那挺好，面对你觉得你自己真很诚实的面对这些镜头。这题真的蛮不好回答的，因为当然自己也有不诚实的时候，但是剪完影片之后，导演都把不诚实的都剪掉了，所以这样剩下留下很诚实的自己。我指很诚实的自己是，比如说我当然有想要展现出啊，我觉得这一面哇觉得超赞，可以跟导演讲说，你从那边拍过来，或者我现在讲一句我觉得很厉害的话，帮我录起来这样。可是当我用这样的开头的时候，他都没有放进去，因为放进去的后来都是让我觉得说，这到底是谁要看？但是剪完影片之后，这东西竟然都没有放进去，哇，真的假的？所以放进去的后来都是让我觉得说，这到底是谁要看？但是剪完影片之后，这东西竟然都没有放进去，哇，真的假的？因为放进去的后来都是让我觉得说，这到底是谁要看？但是剪完影片之后，这东西竟然都没有放进去，所以因为放进去的后来都是至少这部电影到底是谁要看？但是剪完影片之后，这东西竟然都没有放进去，所以那也因为导演。
可以放这部的话，至少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剪完了，然后剩下的所以也因为导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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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这部的话，至少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剪完了。所以一定会导致舞台大幕的话，至少这部电影是完整写到有后半对吧？所以一定会导致舞台大幕的话，至少这部电影是完整写到有用词上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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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大幕的话，至少这部电影是完整。所以我为了表现出好，我知道你指涉哪里，所以用大陆这个词表现出一种 OK， 我现在跟你是亲近的吧，这个词啦。对，所以我后来的确讲完之后，我就发现是哎靠，我怎么这样讲之类的。总之我是说，总之我想表达是说，当真的来到马祖，我猜有可能去金门跟澎湖可能有类似的感觉吧，我不是非常确定，我猜测了。就是当来到马祖的时候，你用不同角度去思考台湾，看待台湾的时候，你会对国家的想象有更多的视角啦。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啦。好，谢谢婷。好，确实
在金门跟马祖在台湾这个词都有些不同，澎湖 又不太一样，因为刚好这几个地方我都算是有去过跟社区工作者聊天，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事情。那抱歉时间控制不是很好，现在已经9:03了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谢谢他们今天的大家的参与，还有谢谢廷豪跟伟华的一些回应哦，有没有最后一点点话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包含不是接下来自己要做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最后一点点，一个人一分钟，好不好？我们请伟华先。接下来要做什么？这题实在压力太大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对对对，但是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大家愿意在今天晚上一个连假的开始，然后还愿意在这里，然后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老话，就是我觉得拍纪录片也好，拍任何做任何作品也好，就是最终是要到观众这边，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完成。对，那是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好，谢谢伟华，那请听好。才是真正的完成。我想要讲的是，我在影片中一开始的时候讲说，自己没有想到未来会有机会在到什么地方党部工作。我真的是看到试片的时候才想到说啊，我以前就有讲过那种话。然后现在在民进党的马祖党部工作，所以也让我重新在思考政治工作或者政治这两件事情。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清楚答案或是要说什么厉害的话，但就是毕竟自己也在做政治工作，我觉得今年的选举对马祖来说是很有历史意义的，特别对于政党竞争啊来说，和看到那么多马祖的年轻人然后愿意拼民进党出来参选，我都相当的不错啦，所以我是很期待，或是也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说，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多来马祖玩，然后多看一下马祖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有助于我们共同更了解马祖。好，我们谢谢马祖观光大使多来马祖玩好的这个最后一段话。确实在地方政治里面，这个马上就要进行了马祖，在今年马祖他们推了一些前所未有多的人数跟这个人选呢、到底能不能对地方政治造成什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啊？还可能不只是胜选而前所未有，这个过程都还蛮有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本来想说大家会花比较多时间讨论国家认同啊、国旗、国号这样的问题。好，那其实我们发现，其实今天的提问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导演跟被摄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纪录片拍人物的很典型的议题。好，那确实像台湾在拍摄这个运动纪录片当中，这个傅瑜导演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其实在最后面，前面的记录是一回事，可是最后面的大概15到20分钟也是导演自己在想象自己跟这些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我也是认为这是这些纪录片当中很精彩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喜欢看纪录片的话，纪录观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譬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日本的纪录片导演叫袁义南，他就是喜欢跟这个被摄者搏斗的，这个怒气战友魂，这个印象深刻。那最近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纪录片导演在拍摄跟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搏斗或是亲近的一些连结。那很希望大家可以再继续透过这样的平台去认识世界，认识不同的视角。那我们纪录片的这个呈现是导演用他说话的语言来跟大家做对话，那今天有被摄者廷豪一起来这个分享，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感谢线上的朋友今天一起的参与。那我们的论坛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到我们纪录观点的脸书、IG 或是 YouTube 来做一些留言哦，来继续的对话。那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可以到公视的这个影音平台上面哦，有免费的收看，到10月29号之前都还可以随时观看哦。所以如果他们看完之后有些想法，也可以推荐我们这个这个线上的座谈，也会有影像留在网络上面。那今天就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在连假的最开始呢，加入我们的线上的讨论。那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马祖，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纪录片的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影像可以来观看。那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那就大家晚安咯，拜拜。谢谢谢谢，等一下我开个麦克风跟大家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晚安。拜拜。